成立于2010年的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TIBA， 为台湾重要的智慧绿建筑产官学研界交流平台。2014年4月，本会与韩国、新加坡、中国以及港澳等国家地区共同发起并成立了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 APIGBA， 透过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会，选拔出各国家地区的优良智慧绿建筑及系统产品，并增加国际间相互观摩、学习及欣赏的机会。在2017年的 TIBA Awards 竞赛中，其中有七件作品更于2018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亚太地区优良智慧绿建筑及系统产品奖 2018 APIGBA Awards 与来自五个国家地区的21件作品一同参赛，拿下了三铂金、三金、一银的优异成绩。而这样的殊荣大幅提升台湾智慧绿建筑在国际的知名度，也间接拓展海外商机。今年协会将再度举办第三届台湾优良智慧绿建筑暨系统产品奖 2019 TIBA Awards， 鼓励国内更多的优秀业者一同共襄盛举，同时也将推荐得奖作品参加2020年于澳门举办的第三届亚太地区优良智慧绿建筑暨系统产品奖 2020 APIGBA Awards，期盼能持续让世界一同见证台湾智慧绿建筑的惊人实力。智慧绿建筑为未来建筑新趋势，更与人、自然之间为密不可分的共存关系。智慧绿建筑产业逐渐成为全球的潮流趋势，而台湾的智慧绿建筑技术将引领亚洲，聚焦全球。